欸，没有办法，我想要吃，没有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当下就是要收收这个是钱吗？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在收的。那个海鲜，我现在在地方爱玉。好。你要碎冰吗？啊，你要碎冰吗？哎、欸，那这样是六十。哎、欸，没有办法，我想要吃。没有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当下就是要收收、那個。这个是钱吗？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在收那个。那个海鲜。喂、欸，你话就是刚刚都点很多。哎、欸，没有办法，我想要吃。没有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当下就是要收收、那個。这个是钱吗？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在手的。那个海鲜，这个不是我刚刚买两颗橘子，我都在这边买的。哦，来，那个不是我这边，这边不是这边，我两个两份都在这边买的。事实就摆在这里，凤梨就品种就不一样，你在那，你在那里挥。我去哪？我去。我去就是东北产的，出去之后都是不对。怎么要劝别人不要买？你说的好，没凭没据，你说的好，就是我说的。看这什么招招，那个凤梨留下来啊，给警察对质啊。那个凤梨我要留下来，我给你们就销毁了。你就在这，你叫我报警，你还要走？还要销毁？敢敢什么客人？你什么权利？无良的，我要劝人家不要买无良生意的。无良哈，我们没在缺这个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干嘛？啊，你干嘛？赶客人呐、啊！我去哪？我去，我去就是东北餐嘞，出去有菜有戏哈，是不是？你自己都不搞清楚状况，你就在赶我们的客人。这边还买了香蕉，买了这个，我还要忘记啊，就是在这边买的、啊。几块的肉饼超，我敢再拿，这就是在这边。要不是我刚刚买两颗橘子，我都在这边买的。哦，来，那个不是在我这边，这边不是在这边，六十块。我两个两份都在这边买的。我们橘子也是七十，凤梨也是小颗七十。物件无同款，无款，物件无。你都没先搞清楚。我嘛是。我叫警察来，是因为你赶我们的客人。您进货的这几样进货物件，看有这种的就好。好啦好啦，我买就是这种的，你知。一件事归一件事，你赶我们客人就是不对。生意人，怎么就要劝别人不要买？你说的好，没错，没凭没据，你说的好，就是我说的。好，都录下来的啦。好，没凭没据在那里诬赖人家。哎、欸，卖不良的商品，客人要赔。好，你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他们卖的，他们自己不知道是什么证据，但是拿来退，他们说不是他们卖的。快点，什么证据啊？啊！事实就摆在这里，凤梨就品种就不一样，你在那里挥。你把我十二级加，十二级开了。你做好笔录，我去等下派警察做笔录。马上就来了啦，干这什么招招？那个凤梨留下来啊，给警察对质啊。那个凤梨我要留下来，我给你们就销毁了。你就在这，你叫我报警，你还要走？还要销毁。Yeah.
我们都很辛苦，我们每个拍卖都没有休息，我们都没有休息，从顾客在工厂里面用。他是我们站员帮你服务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那种水准不用来服务我，反正只会恼怒我。不是，我们解除契约，不让你在了，不让你在了。好了，来讲了。来，现在不让你上车，来，请您下去。来，请您下去。那我怎么回家？我拒绝运送的。我怎么回领导？谢谢列车长。你们没人性嘛？是你自己。老对哦。过来的好不好？欢迎领导，你不要过来了，小孩子不要过来，一直闹老人。你们一直跟在人家后面，一直在那边闹事。他是我们站员帮你服务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那种水准不用来服务我，反正只会恼怒我。你在闹哈、哦？一直学校老外，我跟你讲，我一直学校老外，你是教授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一直跟着我。你在闹哈、哦？我就不让你搭车哦。他帮你服务。我就打电话叫警察来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叫警察来啊。自己训练那么差。你在闹，这样我就不让你搭乘哦。喜欢跟人家斗。你这样我不让你搭乘哦。我要叫警察嘛。我就是要叫警察。是啊，来啊。好啊，那你这样子。怎么很喜欢跟我闹？我是这边的人，我不可以服务吗？那你什么规定？你的规矩在哪里？你要不要？你要照我们的规准。你在哪里？来。说啊，说不出来嘛。来，经理房叫警察。好不好？是我们解除契约，不让你在了，不让你在了。好了，来讲啊。来，现在不让你上车，来，请您下去。来，请您下去。我现在不让你搭了，你现在在闹。我最后一班，我要回屏东了。我不管你，现在我解除契约。我解除契约哦。铁路局没有这一块。有，我可以解除契约哦。你车要快走。好像我走到底了。你走到底就可以强制上车，是不是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来。来哈，直接叫警察上来哈，在二月台。你要把我留哪里？留曹公子。哦，好。哦，就是不让你上车的、啊，你这样闹我们工作啊。是他一直在骚扰我。他是我的工作人员，我不可以叫他办服务吗？那他就一直就是要倒这些车啊，谁骚扰你？我之前已经被你弄到了啦。哎，你不要乱讲哦。你看，你完全没有关法意喽。关其实。来，你现在就给我下车哦。我解除契约，现在 right now。我打一。好，你打，我们也打了。来，那这位哦，他是骑脚踏车哈，然后我们服务人员帮他服务，他就一直在开骂。那现在我拒绝运送，我现在解除契约。我这次其他契约，我要其他下车的，因为他已经影响到我们开车时间了。我们好像他就骂人家。我现在就是解除契约，要请他下车。他拒绝下车。也没有说要怎样，很明显，我就上去说不用你麻烦你来帮忙，因为你跟在我后面，我本身我有年纪，我会越来。来，我们不管他怎么问，因为现在我车要开，我现在拒绝运送他，请他下车。这一位，对对对，他脚踏车也是。我们18分要回屏东，你要叫我怎么提？有，我可以拒绝运送。可以拒绝运送。可以。铁路法还有运送规则，有还有那个旅客运送规则都有了。对，我现在就拒绝运送，因为他已经影响到我开车了。是你？我们十八分开车，现在已经拖到22分了，影响到啊六哎四分钟了，好不好？先把你的脚踏车带下车。回家。你想？那我怎么回家？我拒绝运送了。谢谢列车长。你们没人性嘛？是你自己不要跟人家走。车站的副站长。嘴巴闭起来，人家就没事。哦，那我现在依据我们的法规哦，运送规则拒绝运送。啊，拒绝运送，请他下车。你绝对，他拒绝运送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麻烦一下，请你把你脚踏车带下车。依法令是，我就回去马上告你。可以，欢迎。麻烦啊。从一进来的时候就来，请你把车带下来哦。先生，麻烦一下哈。你这样影响到人家那个自由。什么？现在我们好 ，OK。开口气啦。